因为咱是来学今仔金鼓车，伊平常就是来台湾学今仔金鼓。用尽量用八月字来读好无？试看卖下咧，先关一下门下面去八月字。当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人真少，所以恁要祈求保安完全观修行的主，大大声的主吼，派工人，派工人去修行，马太到37、38。好，咱过来吟诗歌，诗歌622首，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。请恁开开吟。真比空间上帝感谢你，敬送阮真侪个囝儿，予阮真侪个囝儿，毋是干那个领受你赏赐的喜乐平安。阮知你搁较爱阮，会去传福音，会通行入人群，伫遐为主做听、做见证，来疼人，来顺咱地址来行，予地址会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主帮助阮通过单托主老师真好个教示。我们又一次反省，我们吃这个孩子，我们是不是
尊探主的旨意，常常去传福音，去宣扬福音，去听别人，去关怀一些弱势的人，行主的旨意。好，我搁一届提醒自己，但我若做无到的时，啊，加上我的气力，帮助我让有事有缘有行。我来感谢你，好，我伫这炎热天气，伫大树下，有缘有微微的风吹来，虽然还阁淡薄热，还阁我的心真清凉安静，因为主你甲阮同在，只着阮奉献淡薄金钱，要诚济教会路用。让你欢喜感恩，爱祈祷感谢，不做难来求，阿门。请坐，下面咱请丹凤出来报告。这里热的天气，唔少有新的人客哦，啊，再来到，好，咱另外感谢主了哈，咱无论国较热，还是落雨，啊，咱啊唔捌停止哈，啊，只是上帝稳定，这个国章牧师吼，今仔日去六国教会吼，幼儿园训练，这个就是这个暑假吼，这个暑假伊会较无闲，啊，所以咱啊嘛是爱为着伫国章牧师的身躯祈祷，啊，求主医治，啊，要求主帮助，可以少数伊困难吼。啊，还佫有吼，第二就是台北教会吼，教社部吼有举办座谈会，信仰座谈会，即摆要讲对政治的事件，基督徒去探讨基督徒安怎看这个会主这个思想吼。首先吼，这个会主思想哦是世界潮流啦，啊，毋是讲一个人做文化的，我做文化，啊，一枪毙命啊就解决了。啊，嘛还佫别人，政府的责任嘛，政府爱有甚物责任嘛？七月十九拜六，七月十九礼拜六十点到十点半，伫即个三明埔教会，欢迎咱姊妹去参加啦，吼，即个要参加的人请红旗长老报名。因为爱准备便当啊！啊，这礼拜拜五，查经读书会啊，咱就暂停啊，因为牧师也是半场，非常不错，实在有心，不错心。咱来欣赏的是上回是哈，大大大的。记得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，天父永恒的疼，圣灵亲切感动，时时在你的心中，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弥。好，咱今日拜到这结束，有阵有咧交流时间吼。